我们的市长已经莅临现场，欢迎我们台南市的大家长黄伟哲市长。来，市长来了，我们一起喊市长好，市长好，市长好，市长好。好，那我们先庆生吗？好，喂，谢谢我们会长哈，帮我们服务团队跟所有的干部做了一个很精湛的介绍。那我们为了迎宾这个市场的莅临哈，现在也邀请所有的十二月份的会员寿星的往前，我们要准备庆生会。麻烦蛋糕，我们现场十二月份的寿星，十二月的寿星朋友吗？来，我们请市长还有局长，我们一起到前面来，好啊，来一起帮我们，这是我们的重头戏，是我们的庆生。我们市长的行程很赶，我们市长也一起来庆生，因为我们还要唱一首歌给您听，然后才要隆重的介绍你出来。好，我们十二月的寿星呢？局长，十二月份的寿星。我是十二月寿星哦，我的生日是前天哦。哇，哎，十二月的贵宾朋友只有这些吗？对，他那个28岁生日不能讲。可以了。只有这些吗？有没有农历十二月也可以？妈妈的音乐，一、二、三，农历十二月的也可以。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这个蛋糕是我们明星碧珠姐他们特制的圣诞蛋糕哦。啊。OK。来，我们寿星一起把手搭上去。OK， 谢谢朱会长，还有十二月份的寿星朋友们，生日快乐！接下来我们让市长致辞。谢谢，非常感谢我们三山读书会啊，陈以贤会长，还有我们脊髓损伤协会。我们李丰明常务监事，啊，还有哈，还有我们罕见疾病基金会王家正主任，现场这么多贵宾啊，我们这个陈局长哈，社会局陈局长，还有张律师啊，还有各位好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好，外勤记者协会哈，姚正玉哈，李市长。100分、哦，有那么严重吗？谢谢。但是今天非常高兴哈，我们三山读书会不仅是一个读书成长的团体，也是一个社会公益团体，更是让这个城市更进步、更美好的团体。我们很感谢三山读书会的这么多好朋友，也祝福所有的好朋友能够佳节愉快、耶诞快乐。新年如意，在新的年度里面有更多更好更棒的发展。那代表台南市180万市民朋友们，谢谢各位，感恩，谢谢，谢谢，谢谢市长。大家有没有听过市长唱歌？听说他唱歌很好听，所以等一下我们都不会唱，都只有他能唱。星在天空闪亮，
百花在地上开放，我们有美丽幻想，为什么不来起欢唱？大家一起来，我们也愿星辰一样，把欢乐洒落你的身旁。哇，谢谢，好棒好棒，市长，谢谢市长。啊，现在这个部分哦，我们要非常非常的感谢黄伟哲市长，还有陈荣之局长，给三三读书会一个机会。那我来跟报告，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机会？局长在上个礼拜跟我讲说，有人捐了100颗的红钱苹果，然后让局长来送给弱势团体。于是局长就想到了，想到一件事，他说：“那这100颗的苹果该怎么送给弱势团体？”于是局长就跟我说：“哎，以贤啊，岁末了，这个100颗的苹果，我们把它化为一个公益款，来帮助罕见疾病的病友，以及脊髓损伤的病友。”大家都是在舒适圈里面的人，岁末了，也快过年了。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回馈，是一个感恩月，于是我一口就答应局长。那么这个过程，我想请局长来跟我们说几句话。我们掌声欢迎局长。啊，市长、会长。还有我们的律师哈，大太阳啊，各位好伙伴，各位伙伴的大太阳哈，大家晚安，大家好。其实哈，大元白给我100颗苹果，其实我也很惶恐啊，我唔知要安怎分呐，啊，我慢慢来做，而且红钱苹果是最好是日本青青的，不就是一个非常好吃的一个苹果，而且刚才你们走过来，应该在外面有闻到苹果的香味，好。啊，想说把100颗，把它化成16盒，一盒6颗，6个。啊，后来以前会长跟我讲说，我们打开我的目标是20万，那一盒如果1万的话，那20万的话要20，可能就不够。我说那没关系，这个分我来处理就好了。我赶快跟大元柏那边联络，那边好像没有从台北再调货回来。
好，啊，就提供这样子。今天希望说大家能够共襄盛举。罕见疾病是一个很少人去注意的一个单位，一个协会。那黑罕见疾病像玻璃儿童，好，还有一些奇奇怪怪的一些，像皮肤啦，各方面脸部各方面，就是很担心。当家里面有这个孩子的时候，你知道家长有多难过，多压力有多大，照顾有多大的负担。好，啊，脊髓损伤，他没有办法站起来，一定要靠轮椅。啊，所以说有很多的都是在脊髓损伤后的一个症候群，一阵子以后没办法，其他的器官没有办法运动，所以产生很多的一些问题出来。所以说，像我们小儿麻痹也一样，小儿麻痹到45岁、50岁以后，就有一个小儿麻痹后的一个症候群。好，所以说我希望说我们能够透过这样子的小小的东西来化成大爱。刚好我跟陈会长报告的时候，陈会长说：“哎呀，我们的伙伴都是有这种共同的慈悲心。”所以说，我想在这里大胆的就跟陈会长说，是我们来做一个这个活动。好，我想在这里再次的感谢各位，啊，祝大家圣诞快乐，谢谢各位，谢谢。罕见疾病呢，我认识了不少。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一个人来找我，他是罕见疾病协会的监事。那他来找我，我也不认识他，他跟我讲说。他说他太太是罕见疾病，是什么呢？是渐冻人。我说什么是渐冻人？他说他太太到最后喉咙就不能作用了，慢慢慢慢的就像冻住的人一样，然后就没有办法吃东西。最后他只能灌一种雅培安素。那一盒你知道多少钱吗？是3600块。为了维持他太太的生命，他一个人在火车站。在铁路局，一个铁路局的约聘工人照顾他太太，舍不得太太离开。而台南市好多渐冻人，台南市的罕见疾病有486个罕见疾病在台南市。那脊髓损伤那更不用讲了，太庞大的人。所以今天呢，市长也来了，那珊珊读书会，在这个岁末，我们应该要。有点什么，做点什么，来将您的大爱来照顾需要被照顾的人。那今天就只有20盒红钱苹果，20盒，每颗都像你大坑，很大，而且很香，也很难。这是日本进口的苹果。谢谢局长，给我们这个机会。那也谢谢市长，给我们这个机会，让我们能够在这里能够抛砖引玉，让更多的人来照顾这些照顾弱势团体。好，现在开始来，苹果推出来。我们请苹果进场。那今天呢，一盒一万，来帮助来我们在岁末能够来行公益，1盒1万，大家想一下。哎，市长来，我们市长到前面来哈。这个是日本的红钱大苹果，特殊的品种，有请市长。我们请市长到台前。市长，请有请市长。那您如果愿意来参与的话，我先抛砖引玉，我先认购一盒。哦，哎，由市长来颁给他，那个扎律师，你的脚要跑快一点哦。我们做善事不落人后。那个，我尤其珊珊读书会是一个非常啊，大家有看到吗？只有20个机会，赶快走到前面来，我们这个怕不要多，不会拖很久。扎律师，我拜托你走快一点好吗？要不然我自己拿，小天使需要小天使来搬一下苹果好吗？那个市长。哇，安尼讲，超过20个？对，金龙没有，我拿一颗拍照。够了，他们在问长怎样。你也要，没有，加一个就好了。没关系，没关系，我们做善事不嫌多。就超过20盒的哈，我们再补。再补。谢谢，来。好，保证台南市长会补。要认购。那我再把苹果捐出来，再一次。哇，太棒了。哇，这么大颗！我也全好，全国电子就甘心美啊，谢谢。苹果长这样哦，哈。来，那个。拳头还大。那个，
今天是你们家的要认购爱心苹果的请举手。来来来来来，没有或往前，对，在前面的都是要认购的。对对对，一个一个颁奖，颁奖完回去要捐出来再捐给爱心。市长作证啊哈。来，第一要大红大还是要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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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让市长跟局长跟他一起。好，我们第一位是盛凯家族嘛，求锦绣姐来。你要另外吗？哦，锦绣要另外，哇，太棒了！哎，例会跟那个第一，你们要记哦，哈。来来来，好，不够的，我们市长会再补另外的商品。这是我们漾格尔医美集团的总裁哈，江盛凯董事长，谢谢他的爱心。OK， 谢谢。那听说探索马里要定位也是找他。来，那个，接下来是我们秦丽姐，我们今天的总控，非常的辛苦，谢谢您的爱心。下一位是我们的金化代销女王金化姐，对，很多名人的地都是她处理的，来小天使来搬就好了，好，合照，看前面，嘿，好。哇，太棒了！接下来是我们 Annie 姐， Annie 姐，哎，先生，哎，要一起吗？来，先生一起，先生一起，林大哥一起，林大哥来，一起，邀请您，这市长亲自的义卖活动哦，啊，太棒了！好，往前，哎，好，来，我们摄影组帮忙拍一下吧，拍一下。等一下，来。例会帮我们算一下人数哈。三，来那个会长。OK， 好。哎，我们专业摄影要留念一张，谢谢 Annie 姐跟林大哥。下一位是我们丽淑姐，丽淑姐跟闷森王董，王董邀请您上台，手顺一起来，手顺，王董一起来，等一下，这是我们富裕建设的王守顺董事长，那这是贤康丽丽淑姐，捐了，他捐赞助了那个酒，也赞助我们很棒的白酒跟香槟，好。谢谢我们丽淑姐，今天好美哦！来，那个来，长辈会那个央哥，当央哥另外一位董娘，好，他自己。谢谢我们锦绣姐跟江董。哇 ！OK， 下一位，是郑玉敏。谢谢玉敏姐的认购。谢谢玉敏，今天也陈董今天也捐了，赞助了八个礼品。陈国章董事长的认购，谢谢。我看你是不高，这是贵族世家的董娘。哇，我们尤姐啊，谢谢。局长，这个尤姐在家里嘛哈，贵族世家。他说我们弱势公益明星食品的董娘陈碧珠，好，碧珠姐啊，谢谢碧珠姐的认购，哎呀，张医师说他也要，哇，张医师也要，下班特地赶过来，太优秀了。好，越排越长。那来那个凯尔集团，凯尔集团跟我们庄董事长来总顾问啊。哇，好棒的苹果，我去凯吉家吃就好了。吕正英老师，正英老师，哇 ，OK， 我们正英老师说要再回捐，好，小天使帮忙一下，
这个星云的大小天使，星云的钢铁王，钢铁王，星云钢铁王。好，彩鸾，我们三人读书会。传姐。太棒了！陈红薯诊所的院长夫人，哇，依琳姐今天好美。好，谢谢。下一位，我们 Kiki， 我们美妆女王。好，谢谢 Kiki。你是刚来李强副董事长，超盛塑胶，富哥，高铁的塑胶都是用他们家的啊。不要把它当成塑胶。董事长跟夫人，啊，谢谢富哥，啊，谢谢富哥的爱心。接下来是俊哥，黄荣俊，那个我们富哥是要回捐是不是？好，谢谢，哇，感谢，谢谢。来，我们接下来是俊哥，西瓜。我们后面不要再排了，后面了没有了。党主席。啊，谢谢我们钢铁王俊哥跟豆丽姐，有世华老师，世华跟郑玉。哇，太棒了！好，还刚还很多人，最后我们的小天使哦，好，对，郑玉跟世华也捐。这个我们今天的财务例会姐要登记一下，总顾问很多回捐的哈。那你需要罕见疾病的发票跟收据，来第四桌找我们的例会姐登记跟付费哈。啊，维新诊所，维新诊所策略长。对，宇伦哈很优秀，那先生也是博仁狮子会会长，再一盒，再一盒，还有一盒，来总顾问，扎律师，哇，谢谢我们扎律师，我们是扎红吗？哇。等一下，我们两位主持人要进来拍一张来。等一下，因为我这两天遇到市长，我一直提醒他，我们两个要义卖苹果。谢谢，谢谢各位的爱心。跟大家报告，扎律师的这一盒，他跟我说50,000元。哇，谢谢扎总顾问。那个可以。那个下个月不会扣，可以带回家，而且市长要帮你签名。哇，太优秀了！你需要我们帮你搬是不是？来，圣卡里来搬一下，你搬一下，哎，啊，然后他要讲，哎，啊你。好，谢谢市长，谢谢局长。好，我们要结算一下金额，然后告诉我们罕见疾病的理事长。他要致辞吗？有来吗？罕见疾病，罕见疾病理事长有来吗？罕见疾病理事长有来吗？罕见疾病理事长。好，谢谢各位在这个温馨的音乐中帮我们很热烈的义卖我们日本红钱苹果哈。接下来是我们罕见疾病的主任吗？好，王主任，来请他自。市长，那我们的会长，那律师，那各位来宾，大家晚安。
那我是罕见疾病基金会南部办事处的主任王家正，那今天很高兴在这边认识大家。那谢谢大家看见罕病支持罕病。那其实刚我在台下看到就是我们的会长一个口令，大家一下子就往前冲，觉得非常的感动。那也谢谢会长在前面帮我们介绍罕见疾病。那其实罕病基金会目前服务台湾大概8800多个家庭。那目前台湾的罕病有279种，那其实很多疾病大家都没有听过。那像在台南，我们麻豆有一位女士，她是泡泡龙疾病。那大家不知道可不可以想象，她全身上下，包含她的脸、她的手脚还有身体，她都长满了水泡。所以她每天帮她的水泡换换药的时间就要花4个小时，每天都要4个小时，日复一日。然后我们在台南有一个先生，他现在40几岁，那其实他也是事业有成。可是他在2个月之内，他的渐冻人疾病他发病，所以他从一个成功的企业家变成是需要一个家人整天的照顾他。对，所以刚才有提到玻璃娃娃，那其实我们在台北有个病友，他现在是小孩子，可是在他18岁这段时间，他总共要经历15次的手术。所以其实每一种罕见疾病都有他们很辛苦的地方，不管是在医疗的花费上以及家人照顾上，都是很大的压力。那所以需要社会大众持续的支持。那谢谢大家啊，希望大家能够长远的支持我们罕见疾病。谢谢，谢谢。要先拍照好了，因为还在统计。那麻烦大家在这个颁奖的同时，那麻烦各位刚刚有认捐的，请到第四桌。对，我们还有一个受赠单位哈，脊椎损伤协会的李监事吗？哈 ，OK， 常监事哈，欢迎你哦哈，那你要致辞一下。大家好，我是台南市脊椎损伤者协会。我们协会成立的目的就是配合社会局，针对脊椎损伤者，给予他们精神上的支持，还有物质上的协助。因为大部分的脊椎损伤者都是半身不遂或者是全身瘫痪，那我们协会会给予协助。我们协助的对象是以低收入户、单亲家庭啊，还有独居长者为优先。那我们协会又有提供子女奖助学金啊、急难纾困，还有医疗补助给需要的会员们。谢谢。这个话都不知道怎么接，真的是有很感慨。那你们加油，你们加油，你们加油，我们也加油，好不好？谢谢。的活动哈，社会服务，这个是我们成功的企业者一直要回馈社会应该要做的事情。谢谢，谢谢。好，好，各位好友们，非常非常的感动。今天我来宣布一下，今天我们的爱心的公益的捐赠的义卖，谢谢市长的魅力，谢谢局长的大声疾呼，让杉杉读书会的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可以来共襄盛举，在岁末能够来行公益。今天所义卖的款项是26万，20盒苹果，26万，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的爱心，谢谢，谢谢。所以啊，我们一定要加油，让我们自己呢更安康，好不好？
让我们更有更多的力量能够来回馈社会。谢谢大家，谢谢。